这箭都成羽毛了，不过弧线还挺美的，啊！哎呀呀，文斌啊，这个手无缚鸡之力这句话，原来是为你准备的。炳帝，不必勉强，我们多加练习。凤城郡，如果大社里你还想进决赛的话，我建议你将无能之人淘汰掉。 重新组队，不劳您费心了。文斌，你要加油啊，可千万不要在王师面前丢脸，不然我们全体唐僧都会为你脸上无光的。大师礼见喽。好，我拭目以待。不过既然是比赛，就会有输赢，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呢？这样吧，输的一方应该给赢的一方认错、臣服。 如何？行啊，学长你自己说的哦。出言无状，倨傲无礼，这是你跟风城郡两个人的通病。我一定不能让你们卑劣的品行传染到其他的唐僧。这次的大赦礼，我一定要将你们的顽疾根除。先凑些人数再吹牛吧，免得连入选、初赛的资格都没有。哼。<笑> 我们不用管他们。嗯，来，大神会保佑我们的。文斌，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云山一抹朝阳，亮出青苍，萦绕雪堂，耳边书声朗朗，提笔墨砚，书写两行。 敲打寒窗，宣纸未干，墨彩一声响，深叹千年智慧，跃然纸上，天地被云藏。要你遇上雨雪堂，早比一刻结果，只待某天已经幻想。少年一刻千金，盛宴不等，昨日好时光。要你去牛四方，学而不思则罔，壮志凌云前路锋芒。 师兄，就算我这手伤好了也没用。马上就要大师礼了，你要是不加入我们，我们连初赛都进不了。大家都希望你能加入呢，一起多好。你为什么非要这个冠军不可？我想证明自己。师弟，你有没有想过？ 如果输掉比赛会怎么样？师兄，我们要一起努力去争取胜利。只要是比赛就会有输赢，想赢就能赢的话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想好了。你明明知道大家都需要你，我看就是故意的。你小子，一切只为赢，一切都是为了风格，有风格就行了。我们三个是一个房间的。 我们当然一起上战场，一起胜利了。平弟，人各有志，不必勉强。明天我去邀请别人。你想邀请谁啊？我得同意。邀请一个自信、有担当、愿意加入我们的人。你如果不是怕输的话，干嘛不敢参加大社里？谁说我不敢去大社里了？那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？ 难道你想加入韩胜智队？对啊，真是个不知死活的家伙，敢挑衅我！睡觉。
你只需瞄准靶心，享受箭射出那一刹的快感，人剑合一。哇！我试试。也还行。嗯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对不住了各位，真是老了，恐怕呀要拖各位的后腿了。你别练了，啊？回去好好休息，明天认真发挥就没问题。行，泽信，有你这话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加油，大神会保佑你的。怎么才八分？平时都是十分的。你这个家伙有实力，但是心理素质太差。明天大赦礼是由王师亲自主持，现场还有那么多人，我真担心你一时紧张不及格。胡说，我肯定能发挥好的。你能保证吗？那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哎哎哎，干嘛呢？我着急啊，这孩子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有点出息。美人美食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这是大神赐予我们的礼物啊。哎，淡定淡定淡定。学长体恤各位同门为大赦礼所付出的努力，所以特意让学妹韩淑敏小姐来为大家准备了美味的食物，希望各位明天可以好好表现，不枉学长的一番苦心。好，这么说。这些食物是我哥哥特意嘱咐我，让我准备给你们的。师弟，我们走。去哪儿？韩胜志这家伙一直以来这么针对，他给的东西你能吃得下去吗？希望大家吃得开心。哇哇，好，好，好。走。哎哎哎，你们俩这是干嘛去？风公子。哇，不是吧，韩小姐，我们怎么没有啊？给我们也来点吧。这里可是云上学堂的地界啊，带着你的人车。可是大人，犯人就在前面。云上学堂不得擅入，你不知道吗？车，快追！总督卫大人，人呢？是不是已经逃到云上学堂去了？不清楚，但他确实往学堂的方向去了。给我追！顾大人，擅闯云上学堂，那可是重罪啊。那我就自己进去，我陪顾大人同往。这雷泽心太不守信用了，怪不得平时没有人跟他交往。师兄他不是这样的人，再说邀请师兄也是我的主意，是我对不起大家。冰帝，你不用自责，虽然我们失去了参赛资格，但是经过长久的练习，你不是突破了自我吗？在我们心中你就是冠军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呀，程俊说的对，突破自我最重要啊，突破自我。
大舍利。公使集聚，有司请圣。准。韩公子真是孔武有力，武夫无犬子啊。韩胜志再得十分。真厉害啊。韩胜雄准备。韩公子箭不虚发，正中靶心，不愧是学长啊。王师院长过奖了。师兄要是再不来，咱们是不是输定了？镇定，还没到最后。哎呀，往哪儿看呢？往上看干嘛呢？我希望雷泽星从天而降。怎么办啊？真要是这样也好，我这风湿一直没好，我还怕连累大家呢。没有关系，我们也没什么好后悔的，大不了明年再来，今年就算做韬光养晦了。如果你拿不到大舍利冠军的话，我依然会将你逐出学堂。难道我的命运就注定如此吗？没事，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的方式把品格分给挣回来。可是我没有机会了。第二组，文斌、封成俊、魏昭辉、吕昭荣、雷泽信。雷泽信，大师保佑。雷泽信人呢？各位，各位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！封成俊这一组可能要被取消参赛资格了，所以请押注第二组的客官将钱取回去，选择重新押注。重新押注？为什么呀？说是有一个人还没到，还没到。为什么呀？韩小姐，您看您这个……我还是押封公子。什么情况？那您这钱就有来无回了。本小姐压得住，从来不会收，更不会变。第三组，杨义德，在这儿。哎，第一组还没结束呢，我们可以等雷师兄过来的。雷泽信一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，你们就不要抱有希望了。他肯定会过来的。雷泽信，你不能参加大舍礼了，你伤得这么重，一旦上场就会被他们看出破绽。我必须去参加大舍礼。一旦发力开弓，伤口就会崩裂，这样一来不但帮不了文斌，还会引来杀身之祸。我既然答应了文斌，就必须去参加大舍礼。你难道就不顾性命了吗？这个世上还有比性命更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希望。是文斌和封成俊教会了我什么是希望，所以我不能让他们失望，更不能让自己失望。哪怕是粉身碎骨，我都要将我们的希望延续下去，请先生成全。没关系。
这回记住了，下一次找队友啊，千万别找这种会临时脱逃的。真是令人失望啊。回去吧。哎，那是谁啊？哎，谁啊？你们看，雷子信来了。哎，师兄。哎，走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不来的。哎呀，真是谢天谢地啊。看见曙光了。这肯定是上神显灵了。你干嘛去了？师弟，我只是来凑数的。你可别指望我能帮你拿到冠军。那不行，你得拿冠军才能将功补过。文斌呢？看你的了。我会加油的。加油。丁先生，刘先生，他们几个。第三组入场。哎，刘先生，你没看见他们第二组人都齐了吗？走吧。第二组入场。文斌，加油，好好射。加油，雷德信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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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文斌加油！第二组入场。一旦法力开工，伤口就会崩裂，你难道就不顾性命了吗？这个世上还有比性命更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希望。是文斌和风城君教会了我什么是希望，所以我不能让他们失望，更不能让自己失望。发烧了哟，怪不得第一件会失品。我看看。哎呦，他烧得挺厉害呀，这得上福泽堂就医。哎呦，没事儿，死不了，能坚持。走。离决赛还有一段时间，要不去福泽堂看看。哎，我已经输掉一局比赛了，你还要破坏我的状态啊？是嫌我输得不够惨吗？师兄，他在关心你呢。我才不需要他的关心。我告诉你，风城君，这一次输给你，完全是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好。不要高兴得太早。好，等你养好身体了，我恭候你的挑战。真是个大言不惭的家伙。不是，还是去福泽堂。嗯。你今天的表现非常好，这种状态要好好的持续下去。是。你们组啊，获得137分，这还挺符合逻辑的哈。根据历年大社里的成绩来看，你们进入决赛的机会还是很大的，但是别掉以轻心。我预祝你们决赛取得更好的成绩。是。谢谢先生。哎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师兄他发烧了，烧得挺厉害。雷泽信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哎。师兄，你别太拼了，身体要紧。啰嗦。嗯。第四组，林鼎申对李昭荣。
胜志对文斌。第五组，韩胜志对文斌。文斌，你可要射准靶心啊！不过，得要先看清楚靶子才行。多谢学长提醒。哎，文斌兄，运气也太差了吧！怎么偏偏碰到学长啊？哎，希望文斌不要输得太难看了。我觉得很难说呀。什么叫不要输得太难看？文斌一定会赢的。就是说行不行？就是。不一定吧。难呐，太难了。这难什么？在上一届大社里的决赛上，韩胜雄可是拿了9分的选手，封成俊碰到他，那可真是碰到对手了。哼，这封成俊是左手射箭，你看，这么远的射程，如果临时换手的话，恐怕是力不能及吧。哎，怎么了？换右手吧。哦，为什么要换？还真是傲慢，看一会儿赢不了韩胜雄你怎么办？我一定赢。加大胜，我会向您证明，男子能做到的事情，女子也可以。请您能够成全我，给我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，去实现心中的理想。文斌，你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，努力去将它实现。是。凡事皆需小心。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谨言慎行的。没事吧？身为学长，竟然做出这种事情，真是不知羞耻。但是我们没有证据，况且我们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了，就别去追究了。万一让王师知道了，就不太好了。刚才丁先生也是这么说的。不愧是风哥。你不疼吗？哦，当然疼了，你试试。疼你笑什么？我开心啊，我们真的得了冠军啊。不过以后不要再逞强了，
你这个手掌差点断掉。冠军固然重要，但是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峰哥要换作是，轻点，峰哥要换作是你，你肯定也不会为了保全自己去拖团队的后腿吧。林迪，我真的很为你骄傲。天哪，我们真的得了冠军。宾蒂的顽强意志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峰哥，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。我都没帮你什么，是你自己了不起。看着你就可以了。虽然瘦了点，可是十足的男子汉。怎么又疼了？疼吗？疼呀，钻心的疼。哦，那我轻点。怎么还少一个冠军呢？人呢？师兄的高烧不退，去福泽堂看病了。哦，想不到壮如牛的雷泽信也会发烧啊！哎，真是想不到。嗯，有事吗？我想请你们喝酒，沾沾你们冠军的福气。你说出来的话真让我开心。不过你自己相信吗？我信你们呀。你要是信就应该跟我们在一块儿，不然就是不信。哎，别那么严肃嘛。今天晚上南街娱乐居，我备了上好的酒菜为大家庆祝，正好借着这个理由大家找点乐子。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太累了。是啊，我看呢还是乐轩兄说的对，咱们呀是恭敬不如从命啊。哎，今晚不是穆小曼演出吗？哎，别提了，韩别驾随王师亲临学堂，把穆小曼给赶走了。而且你想想啊，就我们那位学长输了比赛那是颜面扫地呀、啊、我们长议会哪还有心思给各位安排演出啊。啊，哎，可怜了穆姑娘，精心准备了节目却没有办法献给她心爱的人。嗯，我们也没有眼福了，真是又可惜又遗憾呀。哎，没什么遗憾的啊，我看呀咱们干脆不如成乐轩兄的情，今天晚上南街娱乐居咱们是不醉不归啊。我手受伤了不太方便，喝不了酒，等我伤痊愈了我请你们。哎，就让峰哥陪你们去吧，去多喝几杯。我得照顾你才是。文斌，你不去你的峰哥会去吗？是啊。你们都不去我哪乐得起来啊。你作为小组组长有义务带他们庆祝的。哎哎哎，文斌说这话对啊、嗯、你们俩最好是都去，你就是有一个不去吗也得给我留一个呀，对不对？去吧。啊，喂，臭小子，臭小子，我叫你了你没听到啊？干什么呀？你这穷光蛋，伪君子，大骗子。哎，放尊重点啊。尊重？什么是尊重？我尊重别人了，别人能尊重我吗？不想听你胡扯。你手都割破了都能射中靶心，你为了表现你自己连命都不要了，你至于吗？你是你干的？对啊，就是我干的，你才知道。怎么样，有种你去告诉王师去啊。你这个无耻之徒，枉读圣贤书。
简直就是云上学堂的败类。你又打我，把我整得那么狼狈，你很开心是吗？谁把你整得狼狈了？完全就是你咎由自取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通过了没有？这小子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，还让我放尊重，现在学长都不要我了，谁还能尊重我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。你要想别人尊重你，你首先得尊重你自己。你成天只知道跟在学长背后狐假虎威，暗地里干一些卑鄙无耻的事情，你这样别人怎么尊重你啊？身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你做事能不能光明磊落一些？像你这样的人出事了怎么当个好官为百姓造福啊？他这么说我。文斌，你先回去吧。